少看刚刚这一拳，刚刚这一拳可以打死一头牛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完美特派员北斗神拳，我是今天的完美特派员米粒 Q。今天呢，要带大家来体验轻拳击 boxing， 跟着我一起酷酷跑。师傅，嗨，请受徒儿一拜。行。今天呢，我们请到叶师傅，等一下来教我就是轻拳击。Yeah. 然后呢，我要成为拳坛的明日之星，指日可待。师傅，今天我们这个地方叫做是？大家好，我们这里叫做 Boxing Plus。现在 Boxing 是目前世界最夯的一个运动之一。为什么呢？它是又刺激又好玩，然后对瘦身的效率又好。那师傅，请你带领我们大家上擂台吧。行啊，好，走。两个 round 很喘、yes. 教练，你刚刚教我的是什么？我们刚刚其实是我们最基本的 boxing 的一些基本动作运动，比如说移位、闪躲、闪身、闪躲，跟最基本的直拳。教练，我想问你，从几岁开始学拳击啊？我其实从小大概幼稚园就开始。幼稚园这么早熟？那这样我想问你一个很深奥的问题。好，请说。拳击对你来讲是什么东西？现在来说 boxing 对我来说，它是我的生命。你的生命，对，我每天就是靠它去维持我的体态，维持我的健康。谢谢教练，谢谢。我们还要再两个 round。